哎呦，你说你主人怎么到现在还没出现呢？啊，想不想主人了？这么漂亮，这么漂亮的法国斗牛犬，到现在主人还没来，还没找到。看看，真的很漂亮的，我估计买的时候至少5位数啊。很漂亮这只狗，奶油色的，奶油色法斗当初是最贵的法斗。你看看，就过年期间走丢了，到现在还没找到主人。它的性格很乖，我告诉你们，乖到什么程度啊？从来不在笼子里乱尿乱拉屎，然后它在笼子里也从来不乱叫，从来没听过它叫一声。它没事呢，就趴在那里睡觉，自己睡自己的。该吃饭吃饭，该喝水喝水，然后出来溜达溜达，就这样。性格真的乖得很啊，这狗。哎呀，到现在还没帮你找到主人啊，看怎么办呢？妞妞啊，你说帮你找不到主人，你怎么办呢？啊，你就跟着我们吗？跟着我们，跟着我们又不好哎，对吧？你还是要找主人的呀，是不是？妞妞，想不想出来？好，走了。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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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走了。真的，这个狗，不知道它主人能不能看到这个视频啊？在上海啊，上海嘉定区，县农村的地方捡的，到现在还没找到它主人。妞妞，妞妞，嘿，嘿嘿，知道叫你呢。走了，走了，回去了啊。回去了，回去了。曾经最贵的法国斗牛犬，现在也沦为了流浪狗了。哎呀，可怜的小家伙。上楼梯很厉害，牛牛上。哎，